正嘅中路打入去，哇！夾硬嚟個篤射，應該係十一個汗，好搶汗。邊再左收邊雪維，點呢個啫？佢嘅大位有機會起腳啊！哎呀，已經俾阿雪維喺左路推翻個大位啊！咁啊，邊再左收邊雪維，點呢個啫？佢嘅大位有機會起腳啊！哎呀，新嘅吳思友。左路交命，左佢咁出嚟，哇！阿罗唔知中路去啊，都睇上弹，咁但系又算轮弹翻俾啊！喺后边，你系谂住做乜嘢？我哋交命喎，但系仍然保持嗰个空头。哎呀，今次過多你交命啦！李少偉，哎呀，鄧家豪出得快啊，好傷腳。你知我邊個好清楚啊？咩？我係咁過嚟。有機會起腳喎，好嘢啊！鄧家豪搞到喎。過咗啦！哎呀，仲有機會喎，之類都咁居啦，唔敢踢佢噶啦，知唔知？但係走咗出嚟，有陣可再修正翻，一個落成住個身位，哎，呢個係咪裝汗嚟咧？係轉射嘅係。哇！喺攞個地波哇！喺鄧家豪有少少唔集中喎，夾硬俾佢只腳放翻出嚟啫喎。咁啊，門柱邊度打反擊啊？而且三打二喎，冇一樣啊！哎呀，撳啊撳咩？暫時揾到條口啊！你家豪，哇！有機會咯喎，大位左腳啦啩？係啊，哇！要兩身位，呢個確實都犯規。咯，夹硬杀出嚟冇用啊！哇，呢个又查下少少波底啊！到最后咧，自从叶星失咗中超纪录之后咧，形势上即系稍微占优少少，又有机会啊！冇错啊，又系呢个赵少伟啊，唔系喎，哎呀，认错咗李开轩嚟嘅原来。不過李開軒滿之後咧，形勢上即係稍為佔優少少，又有機會啊！冇錯啊，又係呢個好在得個包翻，仍然係門徒嘅攻勢嗰樣。阿俊樂第一時間有執，哎呀，射得好曳啊！射得非常之曳。咁起個嗰個應該係。好咁啊！唉，啱啱講少維即係帶左路都上嚟啦。哇！一下壓到再多心啲。咁但係呢球啱啱起腳咧，就俾阿丁而家贏咗兩分，加埋個中分標喎。哇！第一時間打俾蕭輝，非常之靚呢條波，蕭輝攞到落嚟噶啦。又俾咗李海軒，李海軒夾硬右腳扁啊！都扁得好靚呢球波，不過過唔到鄧家豪。咁再嚟一個遠射咁啊！好啦，咁啊，星就已經有啲人喎，都應該係落嚟，咁落就攞場噶啦，咁啊，燒威，我哋睇翻攻勢先，右手邊嗰樣，哇，出嚟嗰個波好熱門啊！翻啦！
嚟玩下玩下，哎呀，自己玩失埋啊，知道？佢個天就掠落嚟，咁喺個小禁區嗰度啊，黃秋快早段喎，我上半場大約三分鐘啊入咗球，即刻有機會有反擊機會，哇！彩虹呢個好重要，咁但係玩下玩下，哎呀，自己玩失埋啊，知道？嘅黃俊軒，哇！中間推過咗兩個啊，選擇俾右手邊噶啦，係啊，冇錯啊，楊軒選擇唔射，再猜後，哇！即刻落，佢啱上安，打穩村，但係即刻落轉唔到身嘅一路都，哎呀，最後尾，哎呀，頭先又冇犯規添啊，即係有機會打反擊，楊軒兩下假嘅，呃過曬噶啦，哇！前中間抽埋去，點撞未失到啊？快過葉青喎，非常之難喎。加上葉青同埋非常之集中。哎呀，李海軒，哇！一個大直路又唔會推，歐俊康埋去埋去埋噶啦，哎呀！射個遠處啊，幾難啲球員啊！呢個牛仔趙少維嚟㗎，係咪啊？係啊，牛仔嚟嘅。加洛喺右手邊，推個正中間位置，哇！諗住攞個遠處，更加好碌唔係清啊！上半場已經係揾兩球得到，今日啲三分都係一半啦。三大一啦，有機會直接起腳冇錯。咁啊，清球員啊，左腳射翻入，咁啊可能要六個三大一啦。有機會直接起腳冇錯。咁啊。大轉向，哎呀！今次俾呢個高佬即刻偷到啦，哎！打第二樣先啦。哦，正選球員都仲咬氣飽緊啊，正選壞咁樣撳到右手邊，選擇起腳，我球員應該係睇唔到係啊。正選球員都仲咬氣飽緊啊，正選壞咁樣撳到右手邊，選擇起腳，我。射啦！咦，唔係喎，選擇俾右手邊嘅陣中再撳出嚟，有機會喎、啊，好嘢啊！其實遇到雲集嘅第三賽事，要突然而出的唔少可能。正咁大場嘅機會，哇！第一時間點啊？第一時間尾場，冇尾場啊！有尾誒，王者就有尾場嘅，不過但係尾場係大，天氣好凍啊！咁啊，得唔係啊？其實踢波嘅都係本身嘅。